这首歌啊，它在网络上啊，怎么样 ？YouTube 的点阅率已经来到1700万，这么多啊！而且这首歌是他们带起来的一个风潮，会不会是他们同学自己灌票？没有，是全台湾在唱。对，而且你说1700万，如果换算用 solo song 换算的话，360倍。哎，很快，360倍。我已经避开这个倍数了。你们还要提 solo solo？ 这首歌叫做《风筝》。哇哦！向往那更高的蓝天，放开牵绊的线，才能神采飞扬。哦哦，一路上许多相同渴望，生命不该是挣扎，是时光与成长。我记而且他们比较特殊的，这个女生的声线是特别的，好清亮，对对对，好亮，好高。她的如果以人是一种乐器来讲，她长得像大提琴，但是她声音哦，却是小提琴，对，却是长笛的高音，对对对，短笛是高音的，会形容。啊，这两个男生他特别怪了，他不是说男有一个唱低音，一个高音，他是两个高低音都唱。哦，那他们两个音质搭在一起又好 match， 对对，
但是我们有东西要送给宪哥跟露露姐，还有汉典哥。这个人来就好了，不要这样来。怎么好意思？你这对呀，今天这个有牵扯到名次的高低手，你们这样送，我们这样谢谢谢谢，风筝哎，好可爱哦，风筝。你看这个书包对不对？对，当年的专辑吗？当年十年前的那个大书，好可爱，有回忆记忆。哦，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啊。哎，很有意义耶，小书包这样子，对，然后里面有便当盒。哦，好可爱哦，书包里面有意思，他们一个纪念品呐。啊，你们这样送，就像你们歌词里面，这样我们心中很爽。对，拿得很爽，我们收得很爽，收得很爽。谁写的？谁写？2012年的时候，我们有15间高中一起创，各自创作了自己的毕业歌，然后就被唱片公司找到，就说：“哎，大家是约好的，脱颖而出了。”对，然后结果就约着约着，本来只是要做合集，变成说：“哎，那我们也来做一首大家一起唱、一起创作的。”15所高中这样。但你们当年是高中生？对，当年还是高中。过了几年了？18年。2012。2012年，11年了。你当年这有没有发觉？哎，这自己很能唱歌啊。其实我觉得我当年唱的蛮可怕的。真的假的？成熟了。对对，我就是这十二年可能陆陆续续发生了很多故事，所以就变成历练还是历练？不是啦，声音。声音哦，没有理他。我以为声音啦，这十二年我的身材发生了巨变。也是有哎，真的有，真的发生巨变，真的巨变。从小提琴变大提琴，这样。不要放弃，不要不能讲人家的身材，好不好？没有礼貌。要不然嘉伟怎么受得了？嘉伟。怎么已经看到下面一组去了？对啊，嘉伟，嘉伟，嘉伟，俊强，俊强，还有你们学校伙食办得相当好，还行，还可以。怎么只有你们两个？其他同学，你看信安跟念婷那么瘦，他们没来吃饭。你们今天总共来几个？你们这班？今年7个，本来是有8个啦。哎，那因为等录影的时间太久，有一个被他们两个吃掉。跨年现场就唱这一首了，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当年都还只是高中毕业生，我在高中之前每一年的跨年都是待在家里看电视，对对对，然后都没有到现场跨年过，结果第一次的现场跨年呢就圆寂了，圆梦了，就圆梦了。所以就第一次就到了那个台北，然后那年在101，当天非常的冷，印象中超级冷的。然后但是虽然很冷，可是当年的那个人潮很像是近几年最高的一次，有大概90万人在。这么多？太多了吧？对对对，怎么可能塞得进去？90万夸张了吧？太夸张！当年就是人潮蛮多的啦，所以我们第一次的跨年就是在现场，然后就是表演。